其实他也不用同同情谭德赛谭德赛也没有那么可怜，谭德赛很厉害的、啊，因为第一个，他能够坐上的位置，当然是中共的背后支持；嗯、第二个，他丢出来那个非洲后裔黑人，<對>你知什么种族？当他丢出那个东西来的时候，<是>很多人就不敢攻击他，因因为事实上，只要扯牵扯到这个族族群的问题，很多人不敢惹。你在美国的话，我相信他丢出这个议题，很多人不敢站边。 因为你知道碰到这种族群的议题的时候是非常敏感。是感是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共产党收买这些人也不是今天的事，一路就有，而且他是埃索俄比亚的人，你知道中共捐了两千两千万的美金，在埃索俄比亚帮他们政府盖了一个医疗研究中心。 两千万美金，而且现在已经在新建中。所以换句话，他他用钱买全世界的这个这些非洲小国，而这些国家事实上在中共的影响力下完全靠边站。举例讲，在联合国中间有一百九十一个可以投票的国家，非洲的会员国有五十四国。 中间有五十三国是支持中共的，只有一个支持我们，那个叫做斯瓦济南，现在的斯瓦蒂尼，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盟邦。好，因为中共他买通了第三世界的国家，所以他在联合国影响力很大。你知道联合国直属下面有十五个机构，中共就占了四席，而且他呃在上次跟那个美国竞选那个。 呃，联世界联合国的这个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时候，一百九十一个国家投票，中共的候选人那个会现在的会长得了一百零八票，欧盟的代表得了七十一票，美国的代表只拿到十二票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他根本就买通了所有非洲国家。那谭德塞他这个时候丢出那个议题来，就没有人真真的会去惹他。 对台湾来说没什么损失嘛，所以台湾人骂他很正常，因为他一直挡台湾呐。台湾没有能够进 WHO，前面有那个冯富冯姓冯的那个女生，现在就是她嘛。所以发不发邀请函就是秘书长的事。所以事实上，他事实上是得罪了台湾，台湾人骂他很正常。好，那你说美国那个川普，他事实上是第一大的捐赠国 WHO，可是他去年并没有交钱。 你知道，川普上任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所有他要支支援、金援其他组织的东西，他通通不要交钱。他退出气象组织，像北欧那个叫做北太西洋公约组织也叫人家出钱，韩国那个他也叫人家出钱，到处叫人家出钱，他就是不要出钱。美国这次疫情搞疫疫情搞得那么严重，就是他把 CDC 的经费砍掉。 然后人员也砍掉，所以换句话说，美国在，川普这次如果没有捐钱的话，他说，他今年要考量要不要裁减他的军费，而且他说有人建议说，刚刚易德兄那个刘主席有讲，他们要成立在基托尼成立一个，我告诉你门都没有，谁要当老板你告诉我。 如果说是 g twenty 它不是一个常任的一个组织，你这个总部要设在哪里？谁当负责人？然后哪一个国家该出多少钱？不要忘掉，中共就是 g twenty 的成员之一。是。那另外，换句话就是说，当你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，联合国它基本上还有一个总部，美国是不爽，要把它赶出纽约，可是现在它基本上还在纽约。 所以你说美国就算要成立，还记不记得川普才说要砍掉他的组织的时候，钱经费的时候，英国已经捐了二十几亿吧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德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这些国家未必会跟着川普走。那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川普一定要考虑，当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往后退的时候，中共正好借机进去嘛。那德国、英国会不会借机？韩国、日本会不会借机？都会。 所以我觉得这这个议题就是说，有人同情他，我觉得他是不值得同情，因为他真的欺负台湾，因为有中共当靠山，而且中共可以帮他的国家盖一个医疗研究中心，然后可以请他做秘书长。那你说今天就算他下台好了，下面一个选的时候，你能保证中共没有影响力吗？所以我觉得，呃，刚刚那个议员讲的很好，这个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。 要不要进入 WHO、WHA？我觉得那个在目前来说，台湾已经不重要，因为我们的成就能力全世界都看到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美国声音那么大，欧洲那么多国家要支持我们。你要问我，我私心会认为说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们能不能帮忙怂恿一下你们有影响力的国家，在这个时候跟台湾建立邦交？ 只要有一个，就有后面就有跟着，特别是美国，如果他真的敢这样做的话，美国当然本人不会啦。那但是他影响的国家很多，你能够怂恿一个中型的或者小型的国家承认中华民国，就后面就有一堆人会跟进啊，有连锁效应。对，然后只要台湾能够在联合国正式的发言的话，根本不在乎这个 WHO、WHA 嘛，我们就理所当然就是代表啊。 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好，这些欧洲国家也、啊、好，为德不足，口口惠实不至。你要问我，我觉得这个坦德赛当然该修理，但是这些大国事实上有没有真的帮到台湾？我觉得并没有啊。我送你东西，你谢我，这对西方人来说那个是礼貌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，呃，台湾也要学现实一点。 不要老是被人家玩弄，然后被人家欺负我。我送你口罩，然后你称赞两句，我就很高兴。就是刚刚有讲的，我不需要高兴，我就有那个能耐。所以谭德赛也好，张三李四也好，那个都是过眼云烟。我们真的不要在乎那个，台湾要显显示自己的能力跟实力才是最关键。